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今天呢，我要做一种零食，是用南瓜来做的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先往下看。其实呢，我只是要这个里面的南瓜籽。放在这里稍微晾干一点。这个是稍微晒干了一点的，现在就开始炒这一个。这样炒一下。要不停的翻炒，不然糊掉了。而且还要小火。这个自己制作的零食就做好了，香脆。这个就是南瓜籽，现在市场上有这个卖的，不过我们自己种这个感觉好吃一点。